你要当呢一个旋律系好似一个人咁样，你要同情佢。仲有呢一个 D flat 系好奇怪噶，咩 interval 啊？偏有 perfect seven，major seven， 最大最远嘅 interval 喺个 octave 里边。你想想你什麼時候會有這個感覺、啊、這個是什麼感覺來的 Major 7th Major 7th 的感覺是怎樣的不協調不協調都 我不可以說你錯可不可以簡單一點直接一點怎樣不協調這個是很抽象如果你一起拉你會一起拉你會聽到不協調但如果你分開去拉你會不會做運動或者你拉筋的時候你有這種感覺或者你下一次做運動的時候你自己諗心裏面啊，而家似唔似一個 major seventh 咧？啦啦啦啦啦啦啦，滴滴滴哒啦啦哩哒，好似你明明想去某一個想去高嘅一個地方，但係心裏邊有一樣嘢，或者有啲嘢發生，扯住你，令你個心腰嚟腰去唔到。我不知道可唔可以好輕鬆或者好開心咁樣，叭叭哔叭，叭叭哔叭，每一次呢個低嘅音係扯住你嘅。你要拉嘅時候呢個感覺，當你有呢個感覺嘅時候，你就唔會拉咁快，你唔會咁輕描淡寫。其實可以咁樣，咁咪舒服好多係咪？但係。你要当这个旋律是好像一个人一样你要同情他